待机自动停止，然后显示待机状态。然后旋转手柄，将压力表加上压。压力达到一就可以了。然后用大扳手将这个压环松开。压环松开之后，把压力表摇上去。再用手松压环。那个扳手是不是归你压扳手啊？扳手整的，知道把牙环取下。扳手，那几个你给放哪去了？我没拿，我不知道谁拿。那可能那个纸箱子你。可以将这压力表给卸下来。然后把压盘拿下来。取下胶膜，当里面的油位不满的时候，可以打开油杯的油盖，拧开油盖之后，下拧开油盖之后，当着里面的液味平齐之后，然后再把油盖拧死，然后取一片新的胶膜，从一边慢慢放上，从一边慢慢放下，防止里面产生气泡。将溢出的油擦干净，然后放上圆盘。再放上牙环，再放上加压块，打上压之后再旋转压环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张振旭回来用大扳手将压环拧紧，然后松开压力表。